那现在是有些人就是说，那是不是有见好就收？那对于这样的说法你怎么看？对，有人是这样讲了哈，那我的想法是比较开放一点了哈。好，那地方如果有希望我去，若大概有欢喜，按得来嘛哈。啊，当然那不欢喜，按得不常来呀哈。嘿，嗯。部长刚说不排除全台跑透透，说礼拜四五六日行程全部满档，有比较确切的行程？没有，目前没有，我只是说，现在自身也真的是很困难的哈。那也有人欢迎，也有人不欢迎，也有人批评哈。啊，不过我觉得就是有空的话，啊，非上班时间我倒是还乐意了。如果真的也要去新竹、桃园、台南，有没有特别想要去什么地方？我想就是应该由地方来安排吧，地方对地方最了解。那部长刚才有说到说不排除是全台跑透透，这是真的吗？有这种规划吗？有啊，这有两种可能，就也许我卸下职务的时候做一个环岛旅啊，哈，啊，或者我在上班的时候就运用一些下班放假的时候到处走一走啊。那现在是有些人就是说，那是不是有见好就收？那对于这样的说法你怎么看？对，有人是这样讲了哈，那我的想法是比较开放一点了哈，因为今天我们并不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只是一方面在防疫，那防疫这样一个情况之下，好，那也带来大家很多的苦闷，好，那地方若有希望我去，若大概有欢喜，按得来嘛，哈，啊，当然那不欢喜，按得不常来呀，哈，嘿，嗯。那自己会有压力吗？啊，有，当然有压力，嗯。什么样的压力？时间排不出来的压力呀，啊，哦，那还有去的时候，大家都挤得很厉害，这有压力呀，啊，哦，公共的活动难免都这压力会很多了，啊，不过我这一方面其实我都是比较随性一点，大家如果有高兴的话就好了，啊。